大家好啊，今日又系到呢个 Drum Jazz 分享嘅时间啦。咁其实今日我讲嘅 topic 咧，其实系几得意嘅，就系话通常系鼓手 Drum Jazz 啊，或者鼓手通常我最多系听到嘅问题，就系话我自己手脚唔好协调，咁我就冇得玩。呢个就系我有个朋友问我啊，咁点做啊？其实我都好想玩，但系我只好似硬系手脚唔协调嘅。咁其實我最後我都係覺得，好簡單，其實都係練出嚟嘅，但係可能會有啲唔同嘅方法啦。咁其實跟住我會做一做點樣做做嘅方法嘅。咁其實跟住我通常會做一個兩下手一下腳嘅諗法，通常係右手左手右腳，右手左手右腳。我會以一個三連音嘅諗法去諗嘅，即係 one tita two tita three tita four tita one tita two tita three tita four tita 咁嘅諗法。咁跟住嚟，我會再做俾大家睇嘅。最重要的重點是哪呢？那part其實最重要其實就是你一定要玩咯，其實你一定快，你一定會亂，其實只要你慢慢去做，那你慢慢練下，你的時間就會快。調翻轉心態上不要太 push 咯，你不需要太扯嘅，其實每一下數清楚，你數到你先打到，基本上個諗法就係咁。OK， 唔該曬。